todo aquello tiene problemas, así que le agradecemos a ustedes, a todos. Muchas gracias. Hola, muy buenos días. Mi nombre es Natalia Tamante. Soy inspectora del Colegio Jorge Neus Secho. Agradecida de la Fundación, por toda la colaboración, por todo por estar entregando a nuestros pequeños. Así que enormemente agradecido de todo corazón. Muchísimas gracias. Muy feliz, muchas gracias, porque realmente lo necesitamos, así que muchas gracias. Por el cielo, ¿no? Todo el mundo te dice, siendo y pan de pena, fui, si, fue, ahí sí. Siendo un hombre, ¿no? Todo el cielo, por el que te pan su casa. Si yo te amo,才能吉祥，才能平安呐、啊。苦难有多多，但是呢，有福的人就要有多多。常常在讲打微弱，微弱呢，两个打爱均匀。所以讲哦，苦难人多，那帮助的人少。那就是挑不起，所以因为苦难人多，我们呢要多认真来呼吁菩萨多招生，这样的一大把一支冰单就可以挑起来，这样叫做均匀。我们的慈善工作也是要这样，看到了在马达加斯加当地。我们很陌生，我们没有什么种子，可是呢，当地需要。那有一位当地的企业家，真正的很能干，很负责，很承担。他呢，可以帮我们的运输过去的等等等等，经历多。多少的艰巨，他也都这样的承担，完成了多少人呐、啊，可以得到慈济的粮食，井人有序啊。说了你初级木山呢，初级的那了你把那了这个初级，那了台湾呢，说了那那山呢的那么说，就那么说。那这一位有经理女士哈，她可以这样承担的，我也很感动，恨不得在她的面前哈鞠躬说感恩，真的是很可贵啦。总是呢，感觉讲吼，我们在国际间呐。要培养种子啦，就是为当地苦难人哦，找该坡路，我们才能把这物资呢有路可走哈、哦。这是咱也当过在继续哈、哦，很感恩啊，看着我总是呢很感动哦。那当然啦，这过程很辛苦。很感恩，看到了，在分享的哈、哦，真的我都很感动啊！伊索比亚的过去哈、哦，足困难的，去当村哈、哦，人很少，慈济人很少，迄、那个压力很大，这迄、那个时哈、哦，真的也真大的压力啦。现在呢，因为瘟疫。花心立愿啦，愿意来到达吼，这呢应该为天下我们更要普及哈，普及这样的爱的能量啊。所以讲过去的祖先那是安怎苦哈，那我也很期待我们自己的学校也开始来用心，要安怎样请咱呢？
家己的学校教联会，还有慈青，这个慈青会哈、哦，要安怎个重新哈、哦、呼吁起来，也当普及啦。但台湾真济学校，都可以呢，教联会弄个课，也是呢，慈青我们要把它扩起来。所以讲哈、哦，过去那一段时间呐、啊，三十几年前哈、哦，那一种的教育实在是很盛，真丰盛啦、啊，很丰盛啦、啊。不管是哈、哦，各个学校。校长联谊啦，那老师告联啦，那这个慈亲联谊啦，等等，暑假、寒假，我们呢都没有空档的时间，总是呢一个营队接一个营队，连龙董会也有龙董联谊的营也办在这里，最后。过去真的是忙，现在说忙，没有过去那么忙。过去、哦、只要寒暑假了，总是呢一营接一营呐、啊，滴滴接落去。那平常呢，也都是很用心。我们现在呢，慈济人嘴啊，同仁也已经不少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还要再思考哈、哦。你那卡在我参加过去比较资深的哈、哦，不管你们参加过迄个慈青联谊，或者是教联联谊的，或者是呢，我们现在要如何来做哈、哦？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启发，再起。就亲像讲佛陀的故乡，我安尼讲，马来西亚他就可以呢启动了，他们的双脚就可以踏进去了。这一踏进去呢，真正的就是有希望了。同样的道理，这两只脚那无叮当呢。总是永远停滞在那里，再怎么说，再怎么喊，都是呢原地踏步，哈、哦，踏不出去啦。再去，现在把握因缘，把握时间，看天下灾难偏多了，人心呢也已经呢很浮动，哈、哦，天下之当中。这任何呢，我真担心啦。不过，我们好好的再呼吁起来，把爱的能量啊，也可以呢，物资可以为那样国际苦难人呐、啊，可以有资粮可以付出，也可以呢，用爱啦，用爱把人呐、啊。哭起来、哦、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都还可以尽心力办法啦，办法时代、哦、那这种混乱啊衰退啦、啊，那个天下灾难呢会更激烈的、更快速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啦发动还要再起啦，开始呢还要再启动、哦但是现在我是已经家己也真无力啦，总是呢，啊各位哈，各位菩萨有心有愿力啦，有心有愿力啦，大家呢，只要你虔诚的心，愿意启动，绝对做得到。就如我过去，人人呢都可以是我就都可以做到了。大家能说啊，我无法度，人人都无法度。现在已经呢，现成的人就已经很多，把这些人的力量加起来，这个力量呢，
人讲吼，人多啦，声音大啦，那动心动力啦，可以呢上达诸佛菩萨听啦，那诸天佛法呢，也可以让天下平安。但是人不做啦，光是用喊的也喊不出来哈，总是期待我们大家身体力行啊，花心力愿啊，这期待把握时间哦，有偌侪时间，咱唔通空过。上重要是虔诚的一颗心啊。